好耐 Vivian 周慧敏，終於可以嚟馬來西亞啦！由銀河集團主辦 Melody 作為媒體夥伴，一萬天幫萬未老周慧敏30周年演唱會，喺今年嘅7月27號晚上8:30咧，會去到雲仔嘅雲星劇場同大家見面嘅，好期待同你一齊過30周年。